放心啦，点会使唔知飞机啊？我已经提早咗好多出门口啦。去个机场中间停咁多个位，有大把鬼烦。嗯，拜拜。又會咁巧撞到嘅，好耐冇見。係，好耐冇見。去旅行？嗯。去邊度玩啊？自己一個嘅。加拿大。探屋企人。嗯。其實係過去同佢哋一齊住。移民。嗯。咦，系咧？你仲有冇做舞台剧啊？少啦。其实可以话冇嘅。点解嘅？冇咩意思啩？演嚟演去，最后连自己都演唔好。而家咁样几好啊，够自由。似以前咁，一日扮睇劇場。嗯，只有啲估唔到。欽州街係咪你以前成日去買布嗰度啊？係啊。呢度要拆嘅時候，我唔喺香港。我以前系咪陪你嚟过呢度？嗯，一两次啦。但我嚟呢度肯定唔止二三百次。最后一日冇嚟到，而家再嚟好似都冇咩意思。系咯，得翻啲烂铁架。好啦，走啦。咁快？都唔同晒，再留喺度都冇咩意思。喂，唔係嘛？你真係當我係你司機啊？係咧。有啲嘢而家讲唔知仲有冇意思。其实同你分开嗰阵，我已经同紧另一个人一起，一直冇同你讲真话，好对你唔住。哦，咁你而家系咪仲同紧佢一起啊？冇啦。分开咗啦。阿文一起去阿拉斯加，好不好？
但我们为什么要离开？你觉得留在这里好吗？去到阿拉斯加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不管去要再见。你哋点解分开嘅？好多原因啦。佢真系属于舞台。其实嗰个人你都识。嗯。我知啊。你知道？你几时知噶？又话完咗呢套剧之后，我哋去日本玩嘅。几时去啊？我想去台湾。台湾有咩搞啊？我最近发现花莲有个剧团，成个团都系由原住民组成。叫阿美夢劇團，他們接下來有個露天的演出，7个小时，由朝早演到夜晚。我看過他們的劇照，很有生命力，我也很想去感受一下。但是我始終覺得再看吧，去日本也可以的。不过可能要做下钱先咯。依系咧，你最后有冇去到花莲睇嗰个舞台剧啊？哦，你记得啊？好啦，最后冇去到。唔紧要啦，佢哋好似每年都会有一次演出，其实有机会睇翻嘅。去唔去都冇所谓啦。这个世界没有必须的。前面走到码头，我们以前很喜欢来这里。哇哇，好靓啊。生日快乐。Love you。你知道你一刻需要我，但你心里面最想要啲咩，你应该知道。去年去咗花莲去睇你讲个原住民舞台剧，佢哋嘅表演好长，足足7个几钟头。正如你所讲，佢哋喺舞台上面真系好有生命力。特別是他們的原住民舞蹈，不過可惜啊，這種生命力真的跟我無關。我看了一陣之後就已經覺得很悶，堅持了1个小时左右，我就提早走了。你天開始黑，我行翻去民宿，嗰度系乡下地方嚟，周围都好静。沿途我仲听到剧团表演嘅声音，行行下，
我就停咗落嚟，抬头就发现个天空有好多好多星星，好靓，真系好靓，系我见过最靓嘅夜晚。然后我就觉得一切都好值得咯。嗯，我可以想象到那晚有多靓。更加重要的是，我又重新开始喜欢自己，不过是旅途上面付出努力找回的自己。以前的我一向都以为自己很坚强，这两年才发现原来自己有几咁软弱。今晚好开心可以见翻你，仲知同你过得好好。我救咗你机场啦，不过你唔使送我啦，我哋喺呢度告别啦。好照顾自己。你都系。下个月艾美梦剧团都会有演出，都喺花莲嗰边。如果你得闲嘅话咧，可以过去睇下。我想知道你会唔会中意。好。台灣咁近，我到時再去。好啦，咁我走啦。你之後得閒嘅話，就同我講你喺花蓮住邊間民宿啦。我想行翻你夜晚行嘅嗰段路。如果夜晚有好多星星嘅話，我拍張相送給你。好啊，我找一下再告訴你聽。嗯嗯，保重。司機去機場啊，唔該。可以開車？嗯。